这些的人数不少，这是不爆花的，爆花没得排队，今天不排。然后这面转过来，就是那面是卖汤圆的。哎呀，这人确实挺多，这会儿有点上人了，就是汤圆的。今天是正月十五，哈尔滨的早上零下12度，可冷了。现在天上还飘着细细的小雪花，农业出发地摆摊了。咱到这市场了，这中间摆摊，这中间一份都没有摆的，这天太冷了。汤圆三圈的，两个吃一了，两个吃一了，便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奋斗蓉姐。今天蓉姐来到了道里普乐湾的早市，今天可冷了，初十五，咱看看早市里边的人多不多啊？市场上没人，这边上都一溜溜的没人摆，中间也没有人，天太冷了。这是现在早上的7点钟，现在早市的现状。今天冷卖菜的就把糖打上了，怕菜冻了，然后菜呢也都用那个棉被盖上了，不像前两天就能敞着卖了。看，咱们这就卖菜的，他家也是菜挺便宜的。能啊，大豆都在那块买啥呢？啊，价豆4块钱，挺好的那价豆。这黄瓜多少钱？黄瓜3块。等你在那曾经的老地方。现在是7:40，哈尔滨现在下雪了，下的有点越来越大了。早市的人挺多，但是都买吃的。今天过十五，买汤圆元宵的多。今天就是汤圆卖的好，汤圆元宵各个摊位门前人都可多人在买了。这里咋这么多人呢？小月吉，多少钱耶？14块钱的，不行了，14了，翻你10块的。那苹果多少？那个6块钱，6块钱一啊？对，新疆果。啊，2块5的香瓜不错呀，正好。这么多，是啊，这么多人。哎呀，好，咱们试试多少钱？4块。哎呀，挺好啊，我来了。大嫂，没吃到辣椒了。挺便宜，我挑了。来。哦，好，大嫂没吃到辣椒了，来，挺好。老板给我就腰了呗。好了。哎呀，这是挺好，这儿呢。我在这儿呢。多少钱呢？2块的，来。老板吃到辣椒了，来，8块。好嘞，家香蕉又开始抢，每天都抢这香蕉。多少一斤呢？这香蕉？不知道。老板多少钱一斤呢？2块5啊，看不着个数，看成啥样？这是太多，我上不了钱。2块5，4.9。今天蓉姐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吧，喜欢蓉姐请记得点个关注，我们明天见。